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。这个从小就有个爱好，干什么？看天上的云彩。哦，各形各状，千变万化，真的很有意思。随着看云呢，我就从一个少年变成青少年，变成年轻，变成了中年人，现在进入老年了，不是进入老年，早已经是老年了。还是不改其趣，仍然是喜欢看天上云。我觉得看云有一个好处，你看到天上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种云朵，各样的、各形的、各颜色的，生活阴天要下雨之前的乌云密布，一直到阳光充沛，那个雨后的那个彩虹出来，看起来，我就觉得像我们的人生。你可以把人生看成了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的千变万化，你也可以把自己一直都低着头，只看眼前，像就是这样子这样过去。人生总要给自己一点幻想，给点幻觉，给点好玩的想象，不一定做得到。我们不一定能成为国王，也不能一定成为王子，哎，但是从天上再看上就是说，哇，比你当国王，比你当王子还来得神奇，那种感觉啊，真的非常好。可是从这件事情，我也在想，在我们身边，不晓得流失了多少东西，可以看，而我们放弃的。古人说，这个走马观花，哦，就是你骑在马上，匆匆忙忙的就看着这个花朵。但是实际上的生活里头，我们不一定有马，可是一定有很多的值得我们看的东西，哎，来让我们自己的心情上有所变化，而且越来越舒服。顺境的时候当然很好，看谁都顺眼，看什么都顺眼。但是当不是顺境的时候，多看看云彩，看看天上的变化，一定对我们的心情有绝对的帮助。上帝赐福你。